然后拦几次就白费了，那确实是白费了。所以我决定买一个游戏啊，我看我买个什么游戏来着？我让他今天给我送过来，让跑腿儿给我送来。我买个武力全开，在家里边跳舞，我也不见了，我就跳舞。我让跑腿儿给我送来一个。哎呦我！武力全开有吗？全军出击！我跳个舞。买健身环不行，健身环有，但是健身环坚持不下来，算了吧。哎呀，小小天使，这把打女人。你就打我啊，没关系，打吧。你一个兵你也别补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打我。扣上来，掏回来，啪。扑上来，不行，掏不到。他零个刀，哎，真就零个刀呗。还真就零个刀，我这塔下绝对换你，我不可能让你补一个刀，兄弟。掏回来，啪啪。阿杜根，咱先吃个药啊，等个10秒钟。好，他死了。电眼，啪啪，回家了，拿下。他一个兵，先来个875，算了，不来875，我们狂风之力。875吧，正好我们药钱够了。在我纠结的时刻，我的药钱已经够了。怎么给他设置我喜欢啊？哎，这什么玩意儿呢？我来看看，漂亮，吃了个经验啊！新年快乐呀！新年快乐！一虎杀两羊，黑虎掏心。不用你削钢，我跟你说，你别让我掏着你啊！
他跑得好快啊。一会儿我们直接闪现E他，把他秒了。我现在秒他是很好秒的，基本上就是闪现E到晕到就死，闪现都没用，他闪都没有用。我们直接上去一个E，闪现E，E完以后掏两下，一个大招一甩，摔完以后他闪现完事，我一个W他死了。一会儿的节奏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最好再能等个点炎。人没了呢，昨天这个禁服就这么卡线，真的老恶心了。这英雄就不讲理，你知道吧？他不讲理，他打你，他技能就不用瞄，啥也不用干，就是不讲理，就是能打过。我就扛兵，我也能打得过，我有盾。别人打我越多，我血长得越多，我打你越疼。不讲道理。那扛兵哪？这人哪去了？这人上哪去了？怎么不见了呢？死了啊！三二一，闪现掏，啪啪点炎起飞，啪啪。炮车掉了，没事，我们继续。不炮车，2500狂风之力，好贵呀、哦！不过也确实，我们没杀几个人，这也比较的正常。这边塔下啊，这么多兵，必须我们过来把他杀了，必须。即使我死了，我也得给他换了。最好我能先耗他一套，这样好杀一点。他是真是一个刀不补啊，他就硬耗我的血呀。OK。哟，哎呀，怎么生了呢？真是佛了。那炮车死了，给他生了。那炮车，简直了，这炮车。哎，简直了呀！这炮车，来帮你打两下。
刚什么东西啊？刚我手边电视动了一下。啊？谁都说自己不喜欢报，可谁又不喜欢看？这天使如果还不来，我们就直接吹塔皮，因为已经11分钟了，我们得吃塔皮了，再不吃塔皮不行了。20秒钟之内把他塔皮全给他吃了。小伙子一直猥琐是没有用的，你知道吧？差一层，怎么办？差一层，在这等他。虽然我的血不是很多。啊，但是啊，可以在这等他。你过来啦，给我掏回来！啪啪啪！啊，嘟根，加上一手点炎，没用，死了。这回应该能给他吃没了。对面3个 ADC， 4个 ADC， 对面3个 ADC 加个蓝枪，外加个天使。哎呦天哪，我这是想杀谁杀谁。这波假装走了啊，其实不严，他没有大起飞喽。哎呀，射我，哈，寒冰射我是吧，寒冰只能我射你，你还敢射我？插个眼儿来，敢射我？我是没想到的。我没想到。人呢？先把红打了。走，找到寒冰，寒冰射手，我让你看看射手是什么样子的，小妹妹。来，回头烧，回头烧，对。烧。烧。掏回来，小黄毛也烧。回家，先回家啊！咱先把皮鞋出了，布甲鞋这是得要的。外加一手收集者，收集者还是出点别的呢？想一想啊，现在有没有别的可以出的？看来没有。先来个收集者，你们就说这把打谁吧。小黄毛刚才烧我了，寒冰他已经杀完了。
先去杀一下法外狂徒小黄毛跟赏金猎人，先杀小黄毛吧。嗯，先杀小黄毛。先杀小黄毛旁边的寒冰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狂风翼没打到？哎，哇兄弟，这你都上了。哇，对面蓝枪是真猛，这他都敢在我们家野区。七秒钟，不杀寒冰了啊！肯定是不杀寒冰了。把女枪先杀了，杀完女枪，咱杀个小黄毛。狂风翼，啪啪！闪现，闪现算了，带波线儿吧。蓝枪能不能杀？等一会儿啊，别着急上，先等一会儿，后边没有人儿，现在扫一下有没有眼儿。寒冰来了，这个寒冰挺骚啊！这寒冰，我直接抱着女枪起飞啊！阿杜跟救一下！蓝枪有我们的助攻，可以啊！下波杀小黄毛，我们来个板甲，跑得快一点。这样我们的这个无情猎手就能叠满了，现在无情猎手还没叠满。为什么448的移速？没有为什么呀？那有移速装备就448呀？为什么我想杀一回小黄毛就这么难呢？找到小黄毛，我知道兵线看见我了，但没关系。哎，狂风翼，区区还是有点低呀、啊，小黄毛都秒不了，他血太多了。分离者小黄毛血确实多。看看中路有没有人啊？我跟寡妇现在就是行走的人头收割机。那寡妇跑的跟个鬼一样，他500多移速。
寡妇被瞎当了，几个人？哎，要起立！我一看这是要起立。Nice。天使应该有大，不好弄啊。出个王者的板甲吧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小黄毛，你给我起飞！掏回来，杀我！你可以试一试。我给你个打法溜，回家出本甲。然后我们再来把无尽就可以了。哎，我现在真的不可以，我现在真的不可以那个打开网页然后再开直播，哎，会特别卡。我一开网页，一开这游戏是好卡好卡，我就只能把外面的网页给关了，关了就100多，该换电脑了。哎，这电脑没用几年啊，这那电脑都没用几年，我就发现我用电脑老是用的这么快，就除了我第一个电脑以外。不过我第一个电脑，你知道我打魔兽世界的时候多少帧？20帧。我就呢，我以为就是因为死亡之翼太猛了，一导致就都是20帧。我寻思他们都跟我一样的，后来我发现不是，只有我是20帧。一帧不卡，两帧能玩，而且我玩的一点问题没有，我就卡着玩的。我给你个 W， 你往我脸上冲！哎呦，我能回血，问题不大。寒冰怎么回事？寒冰？寒冰怎么回事？寒冰套回来，啪啪。哎，下面还有一个防御塔。那左一怎么推上基地了呢？